好，黄跃军一声哨响，双方上半场的争夺开始。上半场比赛呢，由主场作战的富力来开球。对于这个新组合的防线，李建斌个人倒是很有信心。哎呦，完了，要点炮！哎呦，这李建斌差点又点炮啊！是啊，哈曼德，苏祖说我要给你笼罩一片阴云。喂，这个球是强点完成射门啊，卡线儿。估计可能新来的单子比较大，对吧？哇，今天咱们这样吧，上一场看绿地申花的比赛，说给莫雷诺三个动作做 GIF， 对吧？对，今天咱们数数有几个吧，好不好？至少刚才这可以，哎，这个可以，对吧？朴正佑啊，不错，好球，已经是在邱胜勇的范围之内啊。这个球刚出来的时候觉得球速很快，对，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渐缓。阿龙这身体啊，在这种比较泥泞的场地上，松软的场地上，他能有优势，他力量足。哦吼，哇，这一脚力量也很足，但是一脚射门出了边线，这个想法有点怪啊。哎呦，乱，哎，倒地。他呀，他想找黄叶军，黄叶军，这个阿龙啊，这不好，他是想找点球。对，打身后啊，莫雷诺来了。非常清晰的爆超，恩里克中超第四个进球，这是谁呀、啊？曹云定啊，是曹云定，像是曹云定，这球太舒服了啊！苏祖，好球，哎，阿龙送的好，赶上米切尔左脚打的也果断。人呢，我觉得就是得人尽其才，好的，挑的漂亮，对吧？哎呦，你见过想倒钩射门，结果发现落的地方跟起跳的地方不一样吗？对吧？再加上阿龙啊，今天确实不在点上，不在点上。他这个就像一个乐队啊，比方说他是演出，他是比方说鼓手，第一首歌第一小节，鼓点就打错，然后回头主音级的什么就瞪他，对。是吧？然后这个这一瞪呢，他慌。这主唱呢，也就也给他翻白眼。按说应该是王云打，高。蒋志鹏边后卫上。你看现在是不是五个后卫这在站？边后卫也回来，边前卫也回来。哎呦，哨子没有响，右脚打门，打得太正了。哎，有没有角球？裁判示意是角球。王松，满打满算十分钟。哎，你看啊，苏祖就紧盯哈曼德。现在中超挺流行绝杀呀。是啊。哎呦，这家伙哪个硬汉？这脑袋。闷倒了，倒了，倒了。这球主裁判应该吹，因为这是头部嘛。是。张璐吗？黄跃军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。中超联赛第二轮，上海申花做客越秀山，客场1-0战胜了广州富力，实现联赛两连胜。远射，啊！后点，后点有了。